偏执痴狂的变态男子，囚禁女人乐此不疲。那我怎么治啊？嘴唇是我的，能随便亲别人。纯情小百合，众星拱月，备受爱慕。Peter， 你真奇怪耶，这么好看的光碟不看，一个校花走过去，那眼睛。眼珠子看了会掉出来了。放浪形骸的娇娇女会成为变态男的猎物吗？疯狂变态的男子痴心迷恋上双面女郎，会做出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呢？纷纷见人性，秒秒是关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应小薇，欢迎您收看关键时刻。随着高科技的发达，我们发现它带给我们生活上许多的方便，可是当不孝之徒利用高科技来犯罪之时呢，它的杀伤力也特别的严重。今天关键时刻要告诉您的呢，就是一个年轻的助教，他利用高科技来犯罪，不但去探讨别人的隐私之外呢，还进而掠夺人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今天一起来关心。Peter 平常在众人面前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大学助教，但是私底下他却是一个偏执狂的精神病患。 Peter 从小就被母亲抛弃，长大后对母亲的爱与恨却转移到其他的女人身上。只要是被他迷恋上的女人， Peter 就会监视偷窥她的一举一动，甚至将她绑架囚禁起来。放我出去！你放我走！放我出去！我求求你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求求你放我出去！你放我走！放我出去！我不要再来这里！放我出去！准备好后，你们看看。来来，谢谢。来来，新进口的，好不容易才弄到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？我帮你烧一片。他在看这种东西。你不看啦、啊？很正点呢。我不看这种东西。这样啊？我想说，我平常拿你们多游戏光碟，特地拿个好看跟你分享哎。不要。好吧，那我干脆了。Peter， 你真奇怪耶，这么好看的光碟不看，一个校花走过去，那眼睛、眼珠子看了会掉出来了。你说她是校花？对啊，本校男生票选心目中第一女神真善美啊。名字真善美，人长得也漂亮，名字取得好。哎，我们这种贩夫走卒啊，不要妄想了啦。我光碟看了、啊、都偷笑喽。哎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哈。哎，走了。真善美，真善美，真善美。自从在校园里看到善美之后，Peter 的心弦被波动起来。善美的姿态、浅浅的笑、飘逸的气质，都让 Peter 神魂颠倒。于是他悄悄地在心里做下了决定，要好好地守护善美。Peter 偷偷从学校的资料档案调查出善美的住处，并且搬进了善美家的对门。从此，偷窥善美变成了 Peter 每天例行的公事。
你走那么快干嘛啊？什么事？等一下啦，我们去小莲子那边看电线片好不好？你们去好了，我还有事情。哎，干嘛那么急啊？我通知报告还没有打，他回去赶报告。你不讲我都忘了。哎，这个包打什么了？拜托啦，我打字那么慢，等我打好都忘民国几年了。你呀，少看几部院线片，就有时间打报告啦。哎哎。拜托了，我们是死党，全都没有同学啊！拜托了，拜托了！好了好了，耶！谢谢，感激不尽。哇，好漂亮的戒指哦！这是不是哪个男朋友送给你的定情之物啊？没有啦，这假货我带好玩的。谁不知道你真善美，不管是吃的、住的、用的、穿的，哪样不是名牌，哪样不是高级货？我哪有什么名牌啊，你看错了啦。既然这个是假的，那可不可以送给我？这只戒指不能送你啦，那改天你去我家，我送你包包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那你上次背的那个卡地亚的那个包包，我好喜欢哦！我可不可以要那个？好了好了，耶！不过你不可以告诉同学说那是我送你的，不然大家都来跟我要，我可没有办法。Of course， 赞美，我最爱你了！你那么美丽大方啊，叫我不爱你都很难。谢谢你，可爱。不客气。赞美，我跟你说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赞美。他好帅哦，他是谁？我跟你说，告诉我啦！你再啰嗦啊，我就不让你打报告了啦。三美，哎，不要忘记我皮包哦。看见善美被男朋友接走。Peter 的心里感到难过跟悲伤。从小封闭的个性让 Peter 对自己的外貌非常没有自信。害羞孤僻的他也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。看到心中暗恋的善美被接走之后， Peter 虽然安慰自己坚持要当善美的守护者，但是想到善美可能正在跟别的男人约会，他自卑的情绪使他再也无法克制地焦躁了起来。在等候善美回来的时间， Peter 拿出从学校调到的学籍卡，看着善美的照片，试图想从杂志上女星的照片中剪贴拼凑出善美的模样。Peter 一刀一刀地剪，想要剪出心目中善美的图像。他完全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，他觉得他的偷窥跟守护是在保护着善美纯洁的灵魂，并且一厢情愿地认为善美是需要他的守护。但是 Peter 这种扭曲的心态，对女人不健康的遐想，只会使他更陷入封闭黑暗的心灵世界。Peter 盯着善美的窗口，心中期盼着善美能够赶快地回到家里。他呆坐在窗边，不吃不喝。
一心一意只希望赶快看到善美，好像生怕善美会因为失去了他的守护，纯净的心灵就会被外界污染一样。现在档案叫不出来，下个礼拜要交报告，你看怎么办？接下来就看你的功力了，你会不会修电脑？我不会修哎，可是我知道有人会弄啊。是谁？你快说。就是我们西藏助教 Peter 啊。是不是那一个戴眼镜、看起来很老实的那一个？对，就是他。他电脑、机械啊、电器一样的都厉害耶，找他一定没问题。我是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，我现在跟助教没有什么往来。所以，你跟他没有交情，可是我跟他莫逆之交哎，不然这样啦，我带你们去戏班找他，你就拜托你了。好，走。太好了，总得留意。你今天怎么那么热心啊？哎呦，没有啦，我到底需要全班给欧巴，走啦走啦。嘿，助教，有空吗？嘿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是我们班同学佩林善美。助教好。你好。助教，你不请我们坐吗？哦，好，你等一下哈、哦。来坐。坐。助教，今天我们这位校园美女呢，曾善美同学有事要请你帮忙。哦。哎，我只陪他们来哦，哎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哎，助教，我也只负责陪美女过来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助教，是这样子的啦，我的电脑坏了，他们说你对电脑很有研究，所以我想请助教帮忙看看。哦，下礼拜要交的期中报告，善美已经打了一部分了啦，可是突然电脑挂掉，资料什么都叫不回来，善美怕下礼拜交不出来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助教电脑厉害，所以请看看助教能不能帮他把资料叫回来。你电脑有没有带过来啊？我电脑放在家里，因为之前没有想到可以请助教帮忙。哦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陪你回家，一起把电脑搬过来。好啊。算了吧，你们两个弱女子，搬不搬到主机啊？不然这样好了，助教，能不能麻烦请你到我家帮我看一下？我去你家？哎呦，只要修得好，没关系啦，不然下个礼拜交出报告就糟糕了。是啊，助教。麻烦你的助教啊。好，麻烦你了，助教。哦，我下班后就去哈。谢谢助教。干温茶，拜拜。助教拜拜。拜拜。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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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。请助教帮我修电脑啊。你待会要过来啊。好啊好啊好，那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不能麻烦。还好啦，有病毒，而且你电脑很久没有整理，所以很脏。那要花很久时间吗？还好啦。你有朋友要来，我带回家修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而且电脑很重哎。我家有解毒软体，可以修好。既然这样，你就麻烦助教喽。不会啊。谢谢。皮特一进家门，马上就开始窥视善美的举动。没想到在镜头里，他看到善美正坐在一个男人的大腿上，正在跟别的男人热情的拥吻。皮特的心中深深的被刺痛着。
又恨又怕的情绪涌上了他的心头，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女人抛弃了一样，感到无限的孤单跟痛苦。他的心中开始呐喊，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拥有善美的爱呢？善美跟别的男人抱在一起亲热，备受打击的 Peter， 他来到黑暗的地下室里，想要将受挫的情绪转移到乳乳的身上。当他看到乳乳害怕惊恐的表情时，他心中的痛苦跟挫败好像也得到了疏解。修电脑还要自己贴钱啊？没有没有，没花钱。可是你花很多时间。没有啦。你等我一下哦。就这样，这瓶精油可以提神解劳，当作你帮我修电脑的谢礼，希望你可以收下。那我要先走了。这么快？你不多坐一会儿？就叫爸爸啊。Peter 从望远镜中监视到善美化好妆、穿好衣服，正准备要出门。Peter 一面闻着善美送给他的精油，心中却一面暗暗在盘算着一项更惊人的计划。原来 Peter 早就预谋好，他为了想要更进一步的守护住善美，掌握善美的所有行踪，甚至包括善美私下所交往的朋友，他都想要监控跟掌握。于是 Peter 就趁着善美出去的时候，偷偷潜入善美家中，在他的家中安装了针孔摄影机。他认为只要装上了针孔摄影机，跟善美的距离就可以变得更接近了。
Peter 小心翼翼地在善美的客厅安装针孔摄影机，同时也在善美的卧室里隐秘的角落又装了一部。他想要借由针孔摄影机来监视善美在屋内的一举一动。当 Peter 看到善美平常穿的睡衣时，心中掩不住激动的情绪。从睡衣飘来的香味，让从来没有接近过女色的他激动地抚摸着善美的睡衣。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拥有了心爱的善美，善美是属于他的，他绝对不准任何人抢走并污染他，他要一辈子守护着善美，不允许任何人抢走。百合哦，只差那么一朵，还蛮有品味的吧？不然你喜欢就送你吧。哇，你那么大方哦！是不是只要我喜欢，全部都可以送给我？你要不要连我一起带走啊？我同事报告嘞，你帮我烤一份，让我一起带走吧。我没有帮你写的。什么？你明明大家帮我打的啊！我以为你随便说说的嘛，而且我自己那一份，我是几把头才写出来的耶，我哪办法帮你再写？怎么可以这样？现在只剩两天就要交了，你要怎么办啊？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不然，帮你编个理由跟教授说说喽。不用，编理由我自己不会。哎呀，不要生气嘛。不然，我再多送你几件衣服，当作跟你赔罪喽。不用，报告交不出来，我马上就要被打，送我衣服有什么用？哎呀，好啦，不要这样嘛，走，你去看，走啦。走嘛，好啦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请。哇，全部都是名牌，都是新品哎。喜欢就都拿走吧，反正他们都不适合我了。你还真不愧是败家女哎，你以为这样收买我就不记恨啊？你呀，生气也生不了多久，我是想让你开心一点，回家可以自己打报告。这样可以减轻我的罪恶感吗？你哦，算你有良心。拜托，就算在家里面换衣服，你要把窗帘关起来，你不怕人家看到啊？人家看得到又吃不到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自从在善美的家里偷装了针孔摄影机之后 ，Peter 就透过电视荧幕监视着善美家的情况。他利用偷窥来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，每天抱着从善美那边偷来的睡衣来平抚自己激动的情绪。 Peter 就这样每天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求取安慰跟满足。你有想不想我啊？想，当然想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好，你想买什么尽量挑。
我买给你。你不要了。怎么了？同学都在背地里说一些有的没有的，要不然就是探我的隐私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所以我想平民化一点。哎，干爹，你看那边，我带你去看，走嘛，走嘛。好不好看？这什么垃圾啊？好看、好玩、好戴就好啊。好，你喜欢就好了。谢谢干爹。皮特把善美送给他的精油轻轻地洒在睡衣上，一瞬间房间内充满了善美的香味。皮特沉醉在自己幻想的温柔乡里，当他的手触摸到善美柔软的睡衣时，心里面仿佛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善美却带着她的干爹进入自己的房间内，两人含情脉脉，激情地拥抱着。善美大概万万也没想到，所有的举动都已经被监视了。Peter 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情景。荧幕上竟然是善美正在跟一个老头子演出激情的床戏。原本是想借由偷拍来拆除跟善美的那道隔阂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让他看见认识的却是善美真正的面目。善美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纯洁小百合，而是放荡不羁的野玫瑰。Peter 愤怒地撕扯着善美的睡衣，心里面深深觉得被善美背叛跟愚弄，对于善美的信念也整个被摧毁了。备受刺激的 Peter 又来到了黑暗的地下室里。 Peter 把对善美的愤怒跟恨意整个转移到无辜的乳乳身上，乳乳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命运呢？你要干什么？求你老林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好不好？放我出去好不好？我求求你放我出去！我求求你放我出去！好不好？求求你！我求求你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我求求你，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，我不会跟老人讲的。当 Peter 起身调好摄影机的焦距，并且打开了瓦斯，乳乳惊吓地张大眼睛挣扎着，她的双眼中充满了恐惧。Peter 离开了地下室，黑暗中只剩下乳乳无力的挣扎跟嘶吼。但是没有多久，乳乳的呼叫声就越来越没力气，呼吸声也越来越低微。
让我来。喂，半夜三更不睡觉，你神经病啊？常有这种电话吗？没有哎，今天第一次。好，不要理他，睡觉。嗯。挂了电话之后，皮特就像幽灵一样在房子里面走动，心里面对善美的幻想完全破灭了。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丢在荒郊野外，四周充满了孤寂，所有幸福美满的事情都离他好远好远。他一刀一刀割碎了善美的照片，把整张照片割得支离破碎。Oh!
善美。由于嫉妒心作祟，当佩林看到善美的性爱光碟之后，他自认为是揭发事实的正义使者，于是就把光碟的内容公布在学校的网络上。助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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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助教！哦，带字大条喽！有没有看过这枚光碟？没有啊。我们的女神性爱写真嘞！啊？哎，现在啊，全校闹得满城风雨呢，就是这片光碟，人手一片嘞。啊，我们票选第一大美女的校花女神真善美。既然是人人可上的公共汽车，嘿，这片送给你，超辣喽！喂，嘿。Peter 自以为绑架善美是完美的计划，但是百密一疏，他竟然把光碟片遗留在善美家中没有带走，而更没有想到善美这张情色光碟片竟然在校园里面整个流传开来。善美的性爱光碟很快的在学校流传，校方为了杜绝这种不良的风气，报请刑事警察局到校彻查，侦查出光碟的散布者。众人万万没想到的，竟然会是善美平日最好的同学。我真是搞不懂，你们现在的小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子啊！你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怎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学呢？因为善美她的行为真的太不检点了。行为不检点，你身为她的同学，就应该规劝她，而不是陷害她吧？我要不是故意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这善美想不开、行动的话，你过得去吗？好了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去好好反省一下。先确认曾善美小姐的安危。根据佩妮的说辞，她去找曾善美时，她就已经不在了，而且门也没有关。我担心曾善美会不会遭到不测。很有可能。先从他的住处着手进行调查，再查出针孔摄影的藏匿位置。好。Peter 看到事机败露，竟然想要重蹈覆辙，想开瓦斯把善美毒死。善美靠着自己的机智，终于挣脱出 Peter 的禁锢，向警方报案。Peter 最后在警方强力的围捕下就范。警方在 Peter 的地下室跟住所查获作案工具跟汝如的尸体，并且马上把 Peter 移送法办。